谁制造了钞票，他在世上称霸道。有人为你买儿买女，有人为你去坐牢。钱现在真难挣啊！就拿我老公来说啊，去年凑钱买了一台出租车，是白天跑夜夜跑，现在还欠人20000块钱车贷款。钱呐，你是杀人不见血的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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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呀？我。啊？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呢？你老公回来了。不是，你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早吗？你这夜班刚出去一个小时啊。早啊，那还呀？那你挣多少钱回来的？100多块钱呗。你玩的爹呀、啊？那人家别人家跑的最起码得跑200-300的回来呀、啊，你咋跑这么点的？不好跑啊，媳妇儿啊！我说心里话，出车真难干。这是在咱们沈阳，你要在人外国，你从法国打车，一个小时以后就到德国；你从德国打车，一个小时以后到波兰；你从咱沈阳西洋大街打车，一个小时以后还在西洋大街。哇！这就不错了，但你老公不止这个呀，啊？有惊喜，今天给你。有惊喜？噔噔噔噔噔噔，车撞了。谁说啊？我能点着呗？你看，这啥呀？自己猜。自己猜？我看没。哎呦我去！钱？这哪这些钱呢？啊？那你看看，老公。咱家是穷点儿，那你也不能让富婆包你啊。我就值3块钱呢。那钱咱不能挣。媳妇儿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这个钱是一个乘客落我车上的。乘客落你车上的？那可不咋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你咋没撵呢？我追了，我买一张站台票，我就追火车嘛，咋追没追上？你傻呀？你喊火车干啥呀？你喊开火车的司机呀、啊？那我也喊了，我一喊一拉铃，一喊一拉铃。我寻思你追也追了，这钱就咱的了呗，没点。该着了，我跟你说。就该呀，那事儿、啊，咱的钱那玩意儿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就捡的，还没犯法不无的，那还。老公，我跟你说啊，怎么？去年你说选的车牌号，嗯，尾号3个8，嗯，888，1个8，10000，咋样？3万，真值。老公啊，要这么的吧，这3万块钱咱拿出2万块钱，咱们把车贷先还了，贷款先还上，然后这1万块钱呢？这1万呢，我先把车里音响换一下子。嗨，换那玩意儿干啥呀？我音响都滋啦滋啦的了，人电台那小女孩说话声可好听了，各个喇叭一放就上天房。嗯，那给你换一下吧，换一个。老公，那不光给你换，也得给我换啊。你换啥？准备咱家电视换个大的。我的化妆品要换成澳大利亚的。亚的。手机我换个平板的。对。像面板那么大的。这事儿把我咬了啊！我不给你闹了啊！不太好了。我赶紧洗了洗，睡了，没啥洗澡啊。你去睡觉去吧。嗯。那你呢？你还吸烟吸烟钱呢？那我。咱俩吸烟头，吸完他吸烟我啊。